大家早上好，跟大家 say hi。嗨，那我们现在去干嘛？拔萝卜。拔萝卜？是拔萝卜。对，拔萝卜。走，你看我们的萝卜熟了。拔萝卜。泼泼泥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胡萝卜。这不是胡萝卜，这是红萝卜。胡萝卜。对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种的萝卜。这小生菜，小油菜，这油菜。可以，长不错。哎呀，拔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哇，长挺大的。嗯。嗯，给大家看我们自己家种的这个小萝卜，它就是在地下这一层就没被咬，地上这一层就所有的都是。你看这儿下面还都挺好的，在土里面都挺好的，在地上的就不知道被什么，可能被蜗牛啊或者什么给咬了。但是没办法，这种无公害的没上过药的被虫啊啥的吃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是长得奇形怪状一点，但是口味应该不差，等一下可以尝一下。一早收获了最新鲜的蔬菜，然后配着菜呢，我们吃点面。嗯，哇，好清脆！等会儿切完再炸一个鸡蛋酱一蘸，完美。完了，想做早上想做个拉面的，结果一拉就折了吧。看来配方还不太行，那就扯面片吧。没办法，拉面吃不了了，吃个扯面片还是 OK 的。拉面不行，扯面片我是专业的。哇，感觉可以烙印度飞饼了吧。扯得很薄了已经，可能是因为我用的这是中筋面粉，不是高筋面粉，虽然能扯到很薄，但是拉面拉不起来。这个是 Nora 的西红柿扯面，这个是我们的有一点辣的扯面，再加入我们自家种的小菜，这炸的鸡蛋酱，然后一碗面就是早饭。嗯，味道还是可以的。这个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我本来想拉面的，结果一拉就断，最后只能扯面片。嗯，没事，挺好的，也是一种一次经验总结嘛。还行，吃着还行。对，味道还可以。新鲜的水萝，我们东北管这叫水萝卜，你们管这叫啥？就小萝卜吗？我也忘了，樱桃萝卜，反正我也忘了。然后鸡蛋酱你们那儿有吗？没有，你们东北特色。东北特色，鸡蛋。我们家这个吃法就是跟那个辣椒，然后那个醋各种拌一下，拌成那个酸辣口的。我们喜欢蘸鸡蛋酱，鲜咸口。哇！哎，很有意思，大家就你们水萝卜怎小时候这种樱桃萝卜怎么吃的？像我的派系呢，就是应该属于酸辣系的。里面有，好，你这是如吃，要如吃，它夹断了，没吃进去。嗯，好像吃了，但是没吃着。哎呀，香。哎呦我天哪！是，你这吃的这么血腥呢？当然，可以了。表演个绝技，可以再拿一个。
嗯，一起吃。嗨。给妈咪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对，一起吃。对，拿着它挖沙子的东西，我们今天去挖蛤蜊。本来想着今天去挖鲍鱼的，但是在工地摔了一跤，把腿摔破了，所以说等过两天伤口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去挖鲍鱼。今天去挖蛤蜊，挖蛤蜊的话不用下水，所以说就还好。所以说在工地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，大家不要看我视频，就是拍得很轻松，就是感觉在工地很轻松，然后也想上工地工作。如果有清晰的想法或者清晰的职业规划，想去工地工作的话是也是 OK 的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思想准备，也是比较累的。现在潮水还没完全退，等一会儿退了就可以下去挖蛤蜊了。有游泳的，有钓鱼的，泡泡踩一下。我们是过来挖蛤蜊的，去看看他们钓了多少鱼。等一下我们要挖这个，一天能挖150颗，然后青口是50个。Any luck today? Got a fish? Yeah. How many? I don't know. Cool. Yeah. Good enough. Can I have a look? Yeah. Not bad. Wow. Is that chicken meat? Yep. How are you guys gonna cook them? Fried? Fried. Oh, okay. Fried.Look, Sammy. We're gonna marinate first. Uh-huh. Good luck, mate. Yeah, thanks. 我弄了一桶，还可以啊。虽然说鱼不是很大，但是煎一煎够吃好几顿了。看来我们钓鱼事业还得努力努力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他们钓了一桶。是吗？钓什么鱼啊？钓那种小的海鱼。哦。但也不小了，比一扎的大。放里面吗？对，哎呀，你也抓着不少了。这不能吃，这就花掉还放回去，太小了。嗯、抓着给它玩一玩，让大家适应一下。哇！你要把这放里边吗？这是海葵吗？现在潮水在慢慢退，这满地贝壳。哇，这够大吧？好，拿着给你看。我看，哦，好大呀，这几个。那边都是这尺寸。你再拿，哦，等会你看，哇，好大呀！哎，好多人在捡。那俩孩子呢？我看刚才拿一个不锈钢盆呢。然后那个爸爸在岸上读书呢。哇，好多呀，都是。这边好多。来，水退得快，你看多快。嗯。这会儿水基本没了，我要去捡，让我捡一会儿呗。哎，你捡一会儿吧，让你享受一下。嗯、对啊，这样轻轻的挖一铲，嗯，让人下里摸。哎，这，这不就是吗？哎，这就是，对吧？很简单，你就这样。给那边拿个铲铲。你就这样平，你就这样平铲。明白了。你看，别这有一个。哪个？来，走。表面都是死的，但下面都是活的。表面的不用看，你得挖。哇、哦！下面全。你看，把那儿带过来吧。是吧？啊，哦，好大呀，这个。对，而且产量丰富，全是你随便挖就有。真的哎，我就蹲着一点，就蹲着就好了吧。但是限量啊、嗯，你不能挖太多。我们两个人一共只能挖300个。嗯不用往深挖，它就在表面。越深的地方越没有。哎呦，可以啊，你这！哦，天哪，可以啊！这一会儿，这才多一会儿。哎，这有一个。哎，不是。上面也过来了，哎、这看、个嗯，不是。上面也过来了，看那是。这我感觉。哦。你看，
我拿手都刨出来一个。给它放里边吧，来吧。哦，你弄上弄。哎，那不往里边扔泥巴。不往里边扔泥巴，宝贝儿，你挖，你也挖，但是你不往里边扔泥巴啊。就是拿手一感觉，这里面全是。泥巴还有个铲铲啊。小啊。哦。有是吧？有。我感觉这动一个地儿挖都不用动地儿。那。真的是。哎呦，手又刨出来一个。天哪。我再拿手了。哦，这里，你看这里全是，哎，你看，好好的，你看，全是。你看尿这多大？嗯，全是。再往里塞，一会儿那个拿海水洗。嗯，哇，弄啊！你看这边，关这边吧。就轻轻一层。哦，看好的，捅这个家窝了吧？我感觉。这就是这样的，这边产量就是这样的。你看，随便拿手，随便拿手抠。哇、哦，看好的，真的，哇，你看这边，你看，哎，你看。嗯，多少？哦，这不是小的就算了。你看，轻轻一摸，你看这里太多了吧？这也那感觉像是我们埋的是吧？啊，有点假的呀，咱俩。哦，这全是，你看全是。哎呀，感谢上天的大自然的馈赠。然后弹幕里一堆，感谢潜水员的埋的好。哎呦，这是这是吗？我往外挖。哎、不是这个没，这边也有，这边这个有。哎呦，现在都找大的了，给你拿小的都不要了。你去把那个铲子拿过来呗，哎、你挖。没事，我拿这就行。它就在表面，说实话，你看、哦、就在表面，深了没有？你就把表面这一层挖掉，就有。好像不是很大的，好像有大的。给大家看看多少贝壳，满地都是。就这种，还有这种。嗯，你看这有，哎呦我去，哎呦这也好多呀，嗯，随便逮个地儿，随便找个地儿都好多呀。哦，还有的。啊？我这也好。你那也好多是吧？嗯。我这也好多。你那是大的吧？嗯，不小。哎呦我去，还有这个。给你看一个乒乓球，哦 ，Nora， 你看，爸爸这圆，好圆是不是？嗯，又大又圆。嗯，这大家看这种贝壳的地方，哪儿贝壳多，就在哪儿一蹲，捡一个贝壳，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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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有。好，一个。慢点，咱们在这儿挖，好，挖吧，开始。两个。你动手挖吧。三个。你看。四个。五个。六个。嗯。啊？快点挖吧。七个。八个，你要是铲的那么高吗？九个，我怎么十个？过来挖的人越来越多，因为现在是落潮，活的都是带一点点绿色，带一点点绿色。然后这种死的就是没有这个绿色。有挖了20分钟吗？挖了不知道20分钟。其实这个漏盆还挺好的。挖完洗一洗，这好干净，完美。往那儿看，小螃蟹。哇，你看，小螃蟹。哎呀，
这只，这只是活的。哇哇哇哇，好多小螃蟹！哇哇哇，好多小螃蟹！肯定有。哎，有一只。哎，哇，不止一只，这么多只。在夹我，你要过来吗？这里有，过来，你过来那儿，你走，你走过来。手套啊，手套好。哇，你看好多小螃蟹。哦，好快呀！小丑要他们。哎，哎，这什么呀？螃蟹。小螃蟹。哇、哦！啊！啊！你看，爸爸捡到什么了？草。哇，看到了没？有一条鱼，是不是？对对。你喜欢鱼还是喜欢螃蟹？喜欢鱼。喜欢鱼啊！对，我们把鱼和螃蟹放回去了。跟他们拜拜吧，拜拜。对，捡了一小袋，打道回府，满载而归。啊，你在干什么？拔萝卜。你在干什么？拔萝卜。拔萝卜？怎么拔的？这样。嘿啾嘿啾。怎么样？今天爽了吗？爽，因为之前的话就是，要么没准备好，要么就是。不知道在怎么挖。今天呢，就刚等待等潮之后，就占据一片有利地势，这么就扒拉扒拉就有，就像是有那个新手叫什么，新手啊，新手光环是？对，有新手光环似的，就一扒有一个大的，一扒有个大大的。那里面确实好多。是。回家第一件事儿，给他们吐沙。刚才数了一下，这个是90个，然后这个比这多一点，差不多100，反正一共190个。吐沙其实还挺简单的，就加点盐，然后再加点油。好了，剩下就交给时间了。这两盆有没有很诱人？这可以做汤，这个可以蒜蓉爆炒。香不香？好香啊！今天晚上有清蒸偏口鱼，这是早上的萝卜叶炒了一下，然后这个芦笋，旁边拌了一个咸菜。什么叫咸菜啊？是不是？你还拌了一个凉拌菜，然后我们挖的那个蛤蜊今天吃不了，要吐一晚上沙，明天可以吃。拿起来，可以了。对，吃吧。吃吧。你们。好吃吧？多吃点鱼。嗯。哇，可以啊，现在。嗯。知道啥好吃？应该很多朋友的圣诞假期已经开始了吧，然后我们家 Nora 和 Mia 的圣诞假期已经开始了，但是我还要再上两天班，因为我们那个房子现在是屋顶已经封了，然后但是窗户没装，过两天要把窗户也装上，因为要不然刮风下雨的话会往里面进水嘛，就不太好，所以说放长假之前要把窗户给它装上，然后等来年开始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继续给它完成。反正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嘛，一套一套的建房。然后圣诞节假期的话，我们肯定会有更多的视频，因为 Nora 还小，然后再加上
有露娜出长远门的话就不太方便，但是短途的周边也肯定会有的，我们肯定会周围转一转。OK， 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到这儿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晚餐，我们也要积极的正能量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